看咧，哎、啊，迄我定看咧，还蛮春江咧，我定看咧，迄文化工作者，注意来。对啊，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哈，我们希望哈，乌鲁木齐的马祖的文化让大家都知道，乌鲁有马祖也会绕关心我们乌鲁木齐的地区的活动。然后我们特别还邀请了那个南寮宫的马祖，还有文远宝藏寺的马祖，还有咱台中嘛、台中万春宫的马祖，六九间的宫庙一起来绕境乌鲁木齐十六里。